盖溜子。虎鲸也叫逆戟鲸、杀手鲸，他们能轻松虐杀大白鲨，也被称为海洋霸主。不过他们在野外从未杀过人，对人类十分友好，有时候会向人类求摸摸，或者推进食物向人类示好，仿佛在说：“两脚兽，你饿不饿？”成年的虎鲸身长约8.5米左右，体重可达4到5吨，天生自带国宝级皮肤，凭着乖巧的外表在海洋中横行霸道，肆意玩虐鳐鱼。海豚、海龟，这个小可爱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只是将海豹拍飞到近25米的高空。它们智商很高，据说虎鲸和鲨鱼之间的智商大概隔了几十只海豚，而且还具有很强的集体意识，捕猎会搞团体作战，集体群殴。声东击西，去你丫的！装死钓大鱼，捕食效率相当的高，连大白鲨和座头鲸幼崽都会葬送在它们的大嘴之下，是动物界中最稳定的家族。这也导致虎鲸和座头鲸成为世仇，不管虎鲸在哪里逛街，只要被座头鲸发现，就是吃饭睡觉做胖虎。更重要的是，虎鲸还是海洋中行走的语言大师，有着自成一派的语言体系，堪称话痨猎手。捕猎都是在叽叽喳喳的沟通。据科学家研究，这叽叽喳喳大部分都是在骂人。这样一只又猛又萌的海洋盖溜子，你爱了吗？